反正我想到就录，想到就录。最主要这次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走路走到一半，有个东西砰砰跳出来，落叶吗？还是枯枝？不是，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真糟，这要怎么弄？它很会跳。等我一下，哦，飞走了。好，在这，来，这是这样，一定要让各位看一下它的特别跟奇怪。好，它虽然有点不听话，来来来来来，叨叨，枯叶蝗虫。这一只是黄色型的，昨天有一只是绿色型的，之前我来拍都是褐色型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吧？嘿嘿，超棒哦！好啦，小家伙回去了，超屌，他真的走了。